朋友们早上好哈，那你们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是晚上的。今天跟我朋友普通阿美一起出来搭船钓鱼，我们去发财啊！发财，跟我钓鱼你怕不怕？没有，现在人送外号达贵妇啊，知道吗？没事没事，差不多。今天钓狗鲨哈，不要钓狗鲨，因为水比较浑，狗鲨反正水浑水清都可以钓啊。突然这个鱼叉就出去了啊！如来钓鱼啊，这钓是没有前途的。已经到这边了啊，在开钓之前要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啊。来，听好啊，上班了啊，上班了啊，先做个法。等我看你灵不灵。那种那个做法不行啊，它都是一条半条，我这个法做出来那不得了了。开个，大师终于了啊。应该是小嗨掉了，那果然是小嗨掉。小嗨，小嗨，小嗨，小嗨掉。哎呀，没了！哎呀，跑掉了！哎，阿米有吗？有。你这帅了，两把都没有。哇，看没有，红衣服的。红吧。红吧。阿明这样太有点尴尬了，这样显得我很 low。人比人气死人，黑钓连杆，我只有看得恨。你说我钓不到鱼的？我说的。我只是不想钓。我一般都钓得比别人大。哟，好大！比你大了。你早上钓一条黑钓了吗？啊？这么小的鱼，一般我不钓。知道吧？钓大鱼的啊、哦，黑师傅说他是钓大鱼的人，咱们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，果然是钓大鱼的人，还是钓大螃蟹的人啊？这是石头蟹大，比一下，个头大，哎呦，还刚刚好挂在那个夹子上，对，卡住了。我操你！我看见我就是不嗨，鱼钓不到，钓了个蟹老板。蟹老板，蟹老板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全让你们两个赚了。我说今天我钓大鱼，你不行。我这样很没面子，狗杀了。哇哇！狗杀了，两斤的狗杀了，挂到那根线了。好吧，只剩下一斤板了啊、哦！只剩下一斤板了、哦。黑雕，黑雕，黑雕。太难啊！只剩下半斤了。好歹有六七两，好不好？有有有。又上火了。哎呦，章鱼啊！章鱼啊！哇哈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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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下全村都开心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完了又少了一头彩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一般跑鱼的话，大家都很开心的，除了咱们。这有点气人啊，这样不太行啊！哎，这把又有了，你又搅到了，又搅到了。哇！拉一条搅一下，拉一条搅一下，又是半斤的货。七两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。又断了啊，又断了哈、啊，吓死我了！暴力黑啊，那断杆小王子啊，钓一条鱼断一把杆。带大家看一看这个鱼排哦，非常的先进，非常的豪华，面积特别的大，有几个格子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二个格子，然后这边还有个副牌，这个鱼牌的配置多高，用的是环保材料。我们现在在这边锁狗杀，刚才里面没钓到，就钓到一点小黑雕，现在又跑到这边来锁狗杀了，潮水刚刚好。狗杀还是比较值钱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眼见的网友能不能找得见小黑在哪里。这个鱼牌不错哦。找桥没找得到，
哎，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啊，我忘记拿叉网了。你记住，这八竿是我放这边的啊。你可拉倒，在我手上。哇，嗨嗨嗨！两竿斤的啊。哦，等等等等。我只钓大鱼，不钓小鱼，兄弟们。这是我扔的竿子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拿，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，我去拿叉网。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啊？我是钓大鱼的人，不是钓小鱼的人，兄弟们。这条两斤多，两斤多三斤。一条回本。回本了啊！啊，现在好，慢慢给它顶住。我这个线还是好的线，不怕它。啊，小鱼去拿叉网。这把叉网有两三个月没用了啊、哦！来了 ，OK，OK， 非常好。三斤多。好了啦，不要再夸奖我了啦。我扔的竿好不好？什么你扔的竿？明明在我手上。要不要脸啊？掉了啊！掉了没？你看一下，还在嘴巴上吗？还在嘴巴上，还在嘴巴上，两三斤有啊、哦，有。OK， 赶紧放床上啊、哦！我再回去小黑家的鸽子抓两个。这个要卖掉，这个大的要卖掉，小的咱们要给他吃的。七八两。对啊，小的比较多一点。嗯。这是够了，对不对？阿明啊，又一条。着急，放口袋，那不鱼网在上面，那不叉网在上面，先放叉网里面，你还装口袋里面去？谋杀盛宴开始了。起床钓鱼啊，睡觉是没有前途的。这动作也是老搞笑的动作。我们的黑总上了一条狗山苗哦，这个是我们要养起来的宠物啊。你先把鱼拉上来再说，叉网都来得及啊、哦。一斤啊？一斤吗？一斤。直接提起来，相信我，直接提起来。对，提起来，不要怂。啊、嗯，又上鱼了啊！我像这个杆尾一样又短了。完了，钓一条鱼一费一把杆子啊、哦。哎呀，费杆小王子黑总。来喽，我刚坐下又来鱼了啊、哦！啊，你赶紧给我跳海来！哦，爆厉害！这边简直就是钓鱼人的天堂啊！不过他现在是还没弄完，等以后他网放下去，鱼一养估计就不让钓了。你看这边多方便，很安全的，还有踏板，有护栏，放杆子，风再大的话也不会乱跑，特别爽。水深满潮的肯定最起码超过30米以上，很深的，应该是什么鱼都有，就看有没有运气钓到了。那我们今天在这边钓好多狗沙，好地方啊。嗯，这回又搞了一条，老嚣张的。几条了？五条了吧？六条。六条了吗？啊，还有一条宠物。嗯，那宠物那就不算。不要钻了，不要钻了啊！不要再钻，再钻也是没鱼啊！我刚才有50斤啊！现在水流特别大啊、哦，我们要收竿了，因为天色也晚了啊、哦。那今天的狗煞收获啊、哦！大丰收啊！六六大顺。这个收获还可以啊、哦，这一条就300多块啊，然后这些还能再卖几百块。我是不会空军的，知道吗，朋友们？啊、哦，那还有其他的鱼啊？其他的像这个大狮狗公的黑钓了，黑钓啊。早上今天是又小赚一点点啊，不亏本的，不亏本的啊。那今天视频就先这样，朋友们，咱们下回继续啊，拜拜，拜拜。